是恩小编，恩小编接下来介绍进入冬季的衣服。恩小编身上这件是牛仔外套，冬天必备牛仔外套，恩小编已经入手了。里面呢是非常保暖的帽 T， 那帽 T 的话，帽 T 真的是冬天里面非常必备的一个单品，所以恩小编把两件必备单品都穿在身上一起穿搭。恩小编身上这件牛仔外套其实是男装，那今年非常流行 oversize 的风格，所以女孩们想购入也是非常 OK 的哦。那恩小编身上这件帽 T， 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厉害的地方在里面有内刷毛，所以你冬天穿出去绝对是非常保暖。好的，那以上是恩小编换季的穿搭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介绍的话，记得按赞我们粉丝团，多多追踪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